嘴。水呀，你们当面做人，领导的身份của chúng ta, trong đó là những giấy tờ quý báu, nếu chúng rơi vào tay kẻ lạ, thì sự trả thù của các ngôi sao sẽ giáng lên đầu tên vô đạo.非常感谢。哎，啊，你看这个人是谁啊？是波兰人，他每天到咱们这儿来喝咖啡。他懂得一种东方语言，很了不起，是有名的教授。是他？啊，嗯。
扰了，教授先生，我想请您喝白兰地，不知道是否赏光。您怎么知道我的？您是有名的教授，谁不知道呢？我不会喝酒。表面上看，这些象形文字的图形几乎是相同的。下一个，这个例子，很明显的证实了我关于这些在寺院里遗留下来的文字的假设。专家们认为这些东西并不是文字，没有任何含义。有很多人肯定这是一种装饰的图案，但是我却猜出了这些象形文字的大部分的含义。下一个，这段象形文字写的是13世纪时期庙宇里的话。这是什么？我不明白。开灯。这什么？不知道是哪来的？加在其他图片里的，真奇怪。是谁家的？不知道。这是谁的图片？今天就到这儿吧，下周再见。走吧。教授，是我家的这张图片。图片上是什么？我等了你30年了。我不明白，请解释一下。教授，世界上只有你相信这种文化的存在，并懂得这种语言。不是在研究。是蛇头。是原稿。这样的文物我还从未见过呢。我去过印度支那，从那儿带来的。是战利品。是的，根据我的分析，这是当地古代的一种已经灭绝的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秘密暗号。当地寺院的僧侣把它当作宝贵的圣物而加以保存。你知道，人们都认为神话是不可以相信的，可是这件文物对我的理论却是有力的证实。你能看懂这些暗号吗？很可能看懂，但需要一些时间。要想把这些暗号破译出来，需要使用仪器来分析。你能不能在星期日到我的实验室来？我很好，教授。可这个文稿还是先留在我这儿。丹哥，送教授出去。
你伺候先生多久了？教授，他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他没有舌头了。好像里面还有东西，能拿出来吗？切开夹层才能把它拿出来。这样很可能损坏手稿。没关系。那就试试吧，我自己设计了一种工具。什么味儿？是有一种怪味儿，可这种怪味儿我觉得很熟悉，这好像是，让我想一想，这是热带森林的味儿，真可怕，这种味儿真可怕，热带森林蒸发的味儿，怎么样，教授，能不能看懂？夹层外的手稿上好像也有这个暗号，请你来看一下。这两个字完全是一种会意字。芭蕾、刀客都有着重号，怎么了呢？啊，我去找值班员。好了，啊，谢谢。先生们，
如果你们有谁回忆起了这个事件的细节，请马上和我取得联系。真是怪事，在巴黎市区出现了毒蛇。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教授，我送你走啊。谢谢，不必了。不能采访。对不起，你是谁？警官包容。我正要找你呢，警官先生，我是记者。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告诉你这儿出事了？对不起，这是职业秘密。听说死了一个人，是吗？是死了人，是摔死的。请离开这儿吧，小姐。请把底片给我，这样好些。反正一样，任何报纸也不会刊登这张照片的。晚上好，教授。晚上好。我在等您。有问题到课堂上问吧。您误会了，我不是学生，我是记者李斯锦。我想问一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对不起，我无可奉告。可是那儿死了人，我都看见了。你去问警察好了。我请您告诉我。好了好了，请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像力量之洞穴的道路有蛇千万条，如果你没被我的卫士杀死，你是善人或恶人，往前走，扁平的石板和毒蛇的头，往前移动，停止移动，这里出现枯脉，置人于死地的不可抵御的武器，如果是善人掌握这种力量，就可以统治全世界，如果是恶人就要死。在知识的领域中有新的生命。几乎每个字都有深刻的含义。就有一个字你没翻出来，哭吗？是的，没有翻出来。在欧洲语言里没有类似的文字。你要知道，这是秘密暗号。我们从上下文可以推断出，这个枯满似乎象征着一条道路，或者相反，象征着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威胁着向前走的人。我得走了，教授。啊，你对这不感到奇怪吗？请你想一想，只要我们一读到这个手稿，就会出现这些毒蛇。
手稿上也是这么说的，洞中有蛇千万条。教授，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到那里去看一看？教授，我送你走吧。好，不必了，我想散散步。可以一块走吗？我求你一件事，请你打个电话，电话的号码是2881225，听清楚，2881225，然后你就找坦纳斯教授，明白吗？好，祝你幸福，谢谢。啊，对不起，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些蛇的行动很奇怪，好像是寻找那份手稿。是的，教授。您的电话。电话？奇怪。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有人跟我开玩笑。经过调查，贝尔纳·特拉文于1926年生于马赛，印度支那战争时期在空军直升飞机部队中服役，在老挝立过功，两次负伤。1954年，他到达阿尔及利亚，六年之后于1960年退役，退役之后的军衔是少校，然后他到达刚果。左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片中，他和温克莫总统站在一起。70年代，他又跑到了中非，当时的中非叫中非帝国，由博卡萨皇帝执政，他在使馆任参赞，实际上他在专门从事倒卖文物的活动。现在他住在巴黎，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是个有名的古代文稿收藏家。第二个是谁？现在只有这张照片，是波兰人教授，东方学家，在巴黎的一所大学讲课已经3个月了，现在还不知道他和特拉文是什么关系，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弄清楚。明白了。下一个呢？那个女记者把材料交给了报社的编辑部，当然了，我们就看了一遍。特拉文有一件手稿，我们看过了复制品，这件手稿使我们非常感兴趣，好像是他从老挝带来的，不知道这件手稿为什么经过了30年。谈谈正题。在这件手稿上有一个图案，使我们感到非常奇怪，它是很不一般的，后来经过我们专家的鉴定，都认为这非常像给计算机提供图表的最新的穿孔卡片，专家们也感到意外，然后把这一切转变成电子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结果会如何呢？说下去。这是什么？这是3种化学元素的合金结构，就是士、蓝和铝。这样的合金只有在宇宙真空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据我所知，无论是俄国人或是美国人，还都没有做过这种实验呢。这倒很像是一个科学情报。我想请您特别注意，在这件手稿里说到了一件使人十分恐惧的武器。
有意思。现在不接待人，不能进去。秘书没有告诉你我现在有事吗？告诉了，可是我要打听一下我的稿子。什么稿子？在某大学出现了毒蛇，答应了要给我登出半版。我第一次听说。我的头说在这一期就登出来。不知道，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稿子，你去问他吧。他现在不在。别着急，请别着急，这很可能是个误会。对不起，我现在有别的事。李司机小姐，李司机小姐，我很理解你的不满情绪，前天我有幸看了你的稿子，真有趣味。你看到了？是。现在稿子在哪儿？可能丢了吧。你是谁？可以这么说，我代表另一家报社的主人，我们之间应该谈一谈。谈什么？我建议你们参观完寺院之后，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联合工厂。啊，一定一定。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啊，姚克先生，
我有一个请求，能否帮助我们解决一下交通工具，越野车或者吉普？啊、哦，非常遗憾，你们来晚了。我们部里只有一辆越野车，昨天已经借给了一个欧洲来的记者，他要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在这种道路上，普通的小汽车是无法通行的。能不能租给我们一辆车？我们付高价。这也很困难，车辆非常紧张。可是我尽量的去办吧。为了你们参观的顺利，我们部里特派努米先生来护送你们，他对去寺院的道路是非常熟悉的，这样可以保证你们不会迷路的。祝旅途愉快。有必要吗？啊，这绝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们，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没道理，一辆旧公共汽车要十万法郎。他们想尽量挣我们的钱，毫无办法，教授。坏人，教授。哦，上帝！你认识他？不是，他认识我。你要多少钱能把这辆破车让给我们，小姐？你在开玩笑？我给你高价。你们可以使用这辆车，可有个条件。你说吧。我们一起走。这不行。那就算了吧。我不能转让车。那好吧，我同意，但是我也有个条件，关于这次旅行你不能报道一个字。不行，你不应该再提条件了。你好。你好，有事吗？请往巴黎发个电报。好的。电报给我看看。这可不行，通信是要保密的。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怎么样？给编辑部发了电报，明天早晨要到寺院参观。很远呢，你留在这里，我赶回巴黎去。这里没路了吗？这儿到处是难以通行的热带丛林，只有过去的游击队员才知道这儿的路。我父亲对这里的路非常熟悉，绝不会走错。我们去寺院的路最难走了，他都知道。是，你知道这儿的路吗？哎，出什么事了？啊，你好，你好，不认识了？
不，现在呢？不，我走向，该你走了。好吧，我走。江子林，巴图林，小心，我身上很脏。是你呀、啊？多少年没见了？大概15年了。15年了。现在你们到哪儿去？到列诺图的寺院去。哦，还远呢。我这有帐篷。好吧，你就在我这吃午饭，还可以过夜，请我们吃午饭。嗯、好，我去把东西拿来。他是谁？一个朋友，俄国人。你知道他来这儿吗？怎么可能呢？我不喜欢这种接触。先生，你要洗澡吗？当然。从小就喜欢东方，读了很多这种书，然后就对西藏的哲学有了兴趣，如瑜伽论。现在我深入到亚洲的心脏地区几乎一年了，但是没有成绩，可以说毫无所得。我很羡慕你，旅行家。走啊，看呐、啊，找东西嘛，再找。没什么，怎么了啊？没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一条小蛇。你们看什么？站住！这是我们发明的，能使蛇麻醉而对其他动物无害。教授，我们要有这种手榴弹就好了。能卖给我们一些吗？很遗憾，这种手榴弹我们也不多了。
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吧。我们已经到了里诺图，为什么不到寺院？到寺院还有两公里，汽车是开不进去的。再说天也黑了。这里不让带路人知道我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还要到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今天人呢空国通路哪你问我他说这儿没有这个山林。为什么我们可得办呢何来说只要他告诉我们去那个山谷的道路我们就一定把这份手稿交还他这是条件。军队接下来大家报吧我们这些军队有点对六十万马红威。就是爱人不过人在国通路那干他说到了那个山谷就不能活着回来了没的事儿看他想不想告诉您的中国版套这跟贴这中队女人的我们这条件特多中队空铁您的是稳够了他说这个手稿是他们的命根子没有他他们就不能知道未来的事他们要商量一下要快一点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马上把这个手稿毁掉chúng tôi đồng ý nhà sư này sẽ dẫn đường cho các ông đến thung lũng他们同意派这个和尚给咱们带路nhưng nếu các ông không trở lại thì sao这个老和尚说如果我们回不来那怎么还给他们手稿呢能回来会给他小队小队停人停人
别怕。Từ đây trở đi là thung lũng rắn, chứ một thằng da trắng nào dám vượt qua. À, 他说进入这地区的白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thần rắn. Con đường này sẽ dẫn đến đó. Nhìn thấy chị đã sổ khẩu mà, sổ có sáng sự khu mà. Đáng sử của mấy ông phán chú lại. Chị có hỡi sang sổ khu mà đi ý sự, chỉ sự đạo lụ thật biểu trị. Cậu xin phán chẳng, lúc có tổng sổ là rắn chú hủy sử.Các người đều vượt qua thung lũng của sức mạnh hùng mạnh. 他说这就是力量之山谷的边界。Ở đây các người phải tuân theo luật lệ về đất đai.
他说前面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到那儿去的人九死一生。rồi không biết ngày mai cái gì sẽ xảy ra. Các người cứ đi đi. Rồi các người phải chịu hoàn toàn trách nhiệm về việc này. 啊，他说他不带路了，让我们自己走。这是第一个哭门。后面还有两个呢。哎，你们过来，可这是怎么了？这样，特拉维，拿过来。等一下，我马上下去。
是守卫在地穴的入口。走吧。别动。神殿里还有激光装置，你认为这是神殿？我们继续走吧。帮我一下，把它抬起来。第二个窟门，
绳子来。特拉维，我们分道扬镳吧，教授。怎么，你以为我和你一起回巴黎吗？你也太天真了，教授。你对我的用处只是让你帮我得到这个。放下绳子来。他疯了。拉文先生，把他们扔下，你自己走了，这不道德。革命，他说什么？他说你如果把这个拿走，生灵就要遭到毁灭。啊，胡说！我该听我的。他说，在这个古瓶里装着善和恶、智慧和权威。他说这个古瓶是外星人藏在这里的，如果把它一打开，全世界就要面临着毁灭的威胁，因此应该把这个古瓶送回神殿去。你相信这种神话吗？特拉文先生，很可能这是一种神话，但这个古瓶是艺术品，它是属于人民的。啊，对，是艺术品，你说的对，给你吧。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没什么。告诉我。他掉了一个牌子，是从直升飞机上拿下来的，上面写着别尔纳特拉文上尉。他怕人知道他来过这儿。这么说，手稿是他偷的，我真是个大傻瓜。特拉文想甩开见证人，你看，来。谢谢你。这是手稿，归还给你们。心感恩，cái người đi cùng với các anh chị đã mang một vật còn quý hơn vật này rất nhiều. Đó là bảo vật của các tinh tú, nó chứa sức mạnh của vũ trụ. Đôi bàn tay độc ác.sẽ nhấn nhân loại đến chỗ diệt vong. Vẫn chưa muộn, hãy chặn đứng hắn lại. Nếu không, kẻ tử thù của thung lũng rắn sẽ tiêu diệt tất cả nhân loại.你把车开过来，他们可能需要帮助，我去看看。好。丹纳斯，丹纳斯，
谭德斯，你听见了吗？谭德斯，我走向江。象棋一级选手。啊，谢谢。好，再见。再见，谢谢。祝你幸福，巴德林。祝你健康。我们还会见面的，很可能。再见，再见。我不把你给别人，永远不。我们不分开，不分开。我的是我的，我太累了，可是你给了我力量。我要统治全世界。是，你看着吧。你们今天回来了，太好了。飞机起飞的时间很早，五点钟。这是航空公司送你们的礼物。好，谢谢。您的朋友特拉文先生正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是两条人命了。等等，我拍张照片。你发疯了吗？我们会受牵连的，快走。我们的飞机将于今天17点准时到达巴黎，祝各位旅途愉快。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拿着可以统治全世界的钥匙。
就是不知道锁头在哪。这是您的钥匙，还有文件。您的车停在那儿，谢谢，拿着。对不起，等一下。李思姐。嗯。你怎么了？没什么。情况怎么样？哎，情况不怎么好。尽管我采取了一些措施，他还是拒绝回答问题。等一下，有结果吗？请您仔细的看一下图像，在古瓶里还有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是什么？还不知道，但是只知道箱子的合金只有在宇宙的真空里才能合成，任何光线也穿不透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要再想办法。可以用激光切开它，再试用一下新钻头。那好吧，试一试。现在把教授给我带来。睡足了吗？起来。你好啊，教授。你是谁？我抗议你们这种行为。看样子你对亚洲的旅行有点厌倦了。我要求马上和我们领事取得联系。别激动。我这种热情的邀请有点过分，不过不这样做是不会见到你的，请你原谅。原谅什么？我非常喜欢别人用手枪把打我的后脑勺。你的幽默感很强，这我很欣赏。很好，谈正事吧。啊，请坐吧，教授。
啊，不不，请坐在这儿。请你注意听着，我是我们这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我们从事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当然不属于那种在广告上登出来的项目。我们对一项研究很感兴趣，就是你和特拉文先生共同搞的。可他为了你们的兴趣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种行业的代价往往是非常高的。现在开始吗？不忙，等一会儿再说。我希望你能回答一下我们已经向你提过的问题。那个瓶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把它打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请你看一下，在这个古瓶里有一个小箱子，箱子的合金是在宇宙的真空里合成的。你是不是以为是和尚们做的？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可是在经文上写着关于外星人的事情，这个古瓶对外星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你没有一点设想吗？可能是古代文明集中起来的知识所产生的结果吧。我们打开它。你要考虑，一个老和尚对我这么说过，赫人的手能使这个古瓶造成大祸，能毁灭世界，这样严重的后果你难道不害怕？无论如何我也要打开它。如果这个古瓶里真的有爆炸物的话，那么你和我都会同归于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下。别动。好，莫雷诺，开始吧。好像很顺利啊。这有什么危险的？米切尔先生。啊啊啊！
快去突袭，去洗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哦，不是，别靠近他，快跑。一级警报，一级警报。先生啊，他已经变了。你们怎么解释比切尔的变异？我们现在对这个骨瓶里储存的物质的来源和性质还一无所知，所以很难做出结论。但是可以设想，这种被密封在骨瓶里的物质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可以破坏生物的平衡，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怪物。您知道吗？波兰教授带来的东西是一件具有强大威力的超时代的生物武器，它的破坏力很可怕，即使是核武器也无法和它相比。如果你是个善人，掌握了这种力量，你就可以统治全世界。对不起，您说什么？这是那个古代手稿上的几句话，我引用来说一说。很清楚，在比切尔死亡之后，我们不能在巴黎做这种实验了。至于下一步的实验，应该交给马塔耶夫继续做。您亲自把取出来的东西再送回原来的地方。就这样。
不，别打扰我。清醒，清醒，是我，是我。什么？我可怜的塔纳斯，你生过大病，记得吗？啊，是，我当然记得。那些地穴，啊，是激光，啊，树林，和尚，毒蛇。怎么？你的手稿还没有读够吗？我不知道。我记得坐了飞机，然后是机场，后来记不清了。根本没有什么树林，也没什么和尚，没什么亚洲，也没什么毒蛇，这只是一个梦。忘掉这些，你该忘掉。可是，可你呢？你记得我吗？我记得你，我还梦见我爱上了你。第一次见，他都忘了。不，他是不会都忘掉的。他不是还记得你吗？他认为这是一场梦。难道不是梦吗？никакой Азии.